文件校验中。亚洲杯哦，亚洲杯会打。先边角。这款有人玩吗？漫长的时间中，耶和瓦的大地出现过十纪文明，第十一纪文明出现了。这个风格可爱的，请选择你的角色，名字不能自己取哦，名字只能用骰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能？哦，可以了。我们看了，换一批，哦，叫什么嘞？卑鄙的刀。融化了的地，彗星的白。好，再按三个之后，第三个吧。大地夫，哈哈，我就要大地夫。种族选择，光牛。变异人好了，当这个变异人，新人类。职业选择，观光客。观光客是这个世界上最传统的职业。他们有强悍的钓鱼技术，速度超快。这他说会很难哦，是能多难？他是能多难？我不怕。这是变革的时代，西埃尔泰森的时代，森林让人无法再居住了。听我说，这个地方没办法住人了，赶紧逃离森林，逃到北提西斯。怎么渡过大洋洲呢？有一艘商船马上就要走了，一起逃命吧。这款看起来很像那个金家站的。哦，出事了。报告，有风暴！哦，天哪！来不及了，以太之风来了。啊，这款它有那个 PC 版，那 PC 版没有中文，现在移植到手游。不过我也没玩过 PC 版呢。收起你眼中那好奇的光芒吧。我们是森林的子民，艾尔迪亚人。我们高贵而宽容，你应当感谢命运。哎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，是否需要特别指导？不用吧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左手移动，这样移动 ，OK。事前登录突破了80万，盖章。哦，哎呦，这个玩法看起来真的很像那个，真的很赞哎。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。噔噔咚咚咚，来看看这一款是在玩些什么。再打一局要来休息了，今天。有点疲劳。乞丐洞窟，我们开局来到了乞丐洞窟。OK， 我看一下，这一只是我哦，好好，阿比果实，捡取。刚刚 Google 小姐罢工，我再抖一次 RJ。 我的好朋友刚被分手，很难过，对方又交了一个新男友，可以帮我安慰他吗？等于等于。好的好的，大家帮忙一下吧。Z 粉这么多，一定会一起帮他度过难关的，加油，要加油哦，要加油哦。要不你请大家吃个饭，转换一下心情。我是神之使徒的候选人，
平常没事多看实况啊。啊，分手了还是可以当朋友嘛，也还好啦。最近不就有一个当朋友当得很开心的吗？难度16，电子巨蛋，先看看好了。我现在是属于饥饿状态。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奈菲亚随机迷宫，使用巴德斯神像可以让大地结构产生变化。啊，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先看看，点击这里可以查看迷宫等级，城堡难度4。我不怕，我先试试难度16。自己独自进入会非常危险的，要不要先去找朋友？先试试。塔的入口出现在你面前，难度13层到16层。生物的本能告诉你这个很强，是多强，要进去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精英怪物，那就是精英怪物。我知道是这种类型的。嘿，回家。回家喽！哦，很强很强。维尔尼斯啊，维尔尼斯，看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类似那种，就是入侵鸟迷宫的玩法，你走一步，对手走一步。你被一个士兵给制止了。泽纳恩在战败中败给了新生王国，失去了指导者的大陆遭到了战火的支配。继承了皇子的地位之后，我一直在寻找和平的途径。哦，他要当上我们的朋友是不是？好，任务完成。多了一个朋友，向长老报备，人好多。长老对话啊，最近好多冒险者都干的是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敲爆你家的柜子，偷你家的花盆。看到前面的神坛吗？啊，好，寻找神坛对话，是不做这种事的。近年来因为以太风爆发，大量生物变异了，邪魔乱舞，世界进入了混乱。你要听从长老的话。长老，我是好人。我选个角色。组合长这样。好想玩老鼠哦。蛇被人家按掉了。长老现在是什么任务？哦，神机展现了。嗯，你以为随便找个演员就能骗过老朽？地理知识，想问什么就说吧。我觉得也不用多说了，快点，任务是什么？现在治安很差，你是不是冒险者不重要，我们需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。一个人太危险了，你去找席娜。去酒店。席娜。DDDDDDD。把他打醒。女人你给我醒。欢迎光临，要喝些什么呢？长老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帮你组一个队伍。可以自己挑，几位伙伴都非常的可靠。要是我的队伍里面有能够有一头熊，那也太屌了吧！啊呜！哇，太安全了，什么生物打得过熊？只有上阵队伍才能获得经验值。好，这个人是负责复活的。回避模式啊，队友还可以选模式。你要打一等，一等超强了。棕熊纳特利，
还得跟他断绝关系。他是五级的队友，来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手厨就送仓鼠波波。